欢喜多不远。悲伤最近来说，大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昨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-045。我关切多亲，咱加05感恩。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-449。5966-449嘛，就爱加05，安只卡的就把它电台啦吼。今日是真特殊的日子啦吼。咱讲初七吼，初八、初九吼，每双内拢讲到一挂吼典故啦吼，互咱了解。啊，咱呢如果讲今日吼，咱的先天高上帝玉皇大天尊啦吼。咱嘛是爱去甲了解，为什么要拜天公呢？啊，天公对着咱的人民百姓，啊，就是咱讲移民啦吼，哎，有啥物款呢吼？啊，咱讲，咱讲拜天公、求天公、靠求天公开恩下罪，吼，啊，咱呢吼，安怎靠求？哦，安怎用啥物款的心去拜天公？那是要怎样？还是要？了解一下啦吼，人讲拜神不是拜青草的啦吼，拜一点心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咱即爿来听一段道曲。闽南的师兄然后在你赞叹咱的节目，没想呢吼，讲精进我唔敢讲啦吼，那无退步就算袂歹啊吼，因为年岁愈来愈多吼，啊咱若讲脑底呢吼，哪来哪退化，反正嘛会啦吼。啊，师兄讲听这几年的节目呢吼，发觉到没想有淡薄啊精进然后啊嘛有进步啦吼。这是大家给我的机会，然后我点嘛呢讲，那无听友，那么讲无落来，吼啊，那无因为咱的姜有母娘来开始讲开姜，唔是干呢要众生拜拜，哦，唔是要众生依靠，爱教众生如何生身成佛，哦，佛。咱的本质就是爱咱家己的自性生因，咱是未来佛、未来神、未来新生。你要有安尼肯定，
安尼，咱定格定个好，即世人无成就，来生嘛也有机会。你讲是毋是呢？来，那么今日来讲到新丑年正月初九的主事哦，咱昨天必先讲呢吼，咱的道经团，会使讲是真庄严，然后来恭祝到咱普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圣诞万寿。圣寿无疆，圣圣寿啦吼！咱的这玉皇报告，讲至心归明礼，太上弥罗无上天，妙有现真境，渺渺之金阙，太微玉清宫，无极无上性，挂入发光明，寂寂何无踪，现幻中十方，堪寂真上道。飞魔大神通，玉皇大天尊，显庆高上帝。那咱呢要入场的时阵，咱就是唱他拄啊，今嘛没想讲啊这段啦吼。那至心调理呢，讲玉皇大天尊为三界吼、哦，为三界师混元祖庙上观诸天，主公独三界大神通。光明中大丈夫，开化人天将士，吼、哦，咱来讲正义之美道，赞扬无疆真，降吉祥，消灾障，增福寿，皈依无上至尊三宝大天尊，皈依无上至尊三宝大天尊，皈依三宝大天尊。这就是咱长安啦吼，啊，伫个玉皇殿啦吼，咱来祝寿的庆典的道经团，昨天必先讲的道经团所刻上的哦，真正是真好听吼、哦，很好听啦吼，安尼互咱听一下讲，啊，这地就是吼、哦，我拄只所念的报告啦吼。有好听无？这是慈天毕生公呢，对黄老师一手所造就的道经团，哦，所造就的道经团。那咱的道经团呢，拢是用扬琴呐、啊、吼，后场呢吼，
可以说是吼很优雅啊，听起来吼很舒服。哦，啊，咱呢，唔只是春季花卉啦，秋季花卉啦，吼，啊，咱的歌功啦，吼，会使讲是赞赞吼，拢总是真精进的歌功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高公法师，吼，咱昨天毕竟讲已经栽培十几年啊，吼，咱的道经团会使讲是暗赞的非常多啦，吼，一条一理。安尼呢，把这个经赞呢唱个呢美轮美奂啦吼，好咱听到家己真舒服。然后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呢唔只是讲吼赞扬咱的现今古上帝玉皇至尊啦吼，咱所赞扬的神圣，吼咱常咧讲，人呢来到这个世间，哦，神圣拜天公是要让咱创啥？拜天公就是要好咱呢吼做。一种感恩了解，因为你若无了解，啥物叫做天地？人讲哦，你这囡仔咧无天无地，为啥这囡仔无天无地？吼、哦，这囡仔无天无地呢？就是咧讲着吼，按、这囡仔是安尼无天无地，无天无地就是吼，无尊敬天地君亲师，无尊敬天。天，咱咧以父庙来讲。老爸就是如天，老母如地，啊，那敬天地就爱如同孝心敬父母，啊，咱若无敬父母，就无天兼无地啊吼，啊，这个天地，吼、哦，咱要讲的是啥？当然是以孝为准啦吼，啊，所以讲心性，伊咧甲咱教，拢是孝道为先啦吼，啊，闽南的师兄咧讲，为什么人会讲关圣帝君咧做天公啦吼？梅香师姐，这到底有啥物典故啦吼？因为咱安尼讲啦吼，安尼讲关圣帝君，伊是行政吼、哦、比较呢中吼，过、哦、来就是讲仁义礼智吼，古代讲伫伊这个三国内底面啦吼，上、哦、马金落马银。哦，伊拢无收，啊，准有收啦，无收啦，咱拢无去甲真实去甲了解，了解讲啊，上马金做错，互伊上马金，互伊落马银，吼、哦，安尼对甲乌西，安尼对甲刀流啦，刀流讲伊一定爱伫做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做军内底面做因个大将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伊偏偏呢，吼、哦，甲咱即个吼、哦、三国内底流弊其中呢，吼、哦。人讲桃园三结义啦吼，安尼伊咧甘愿吼、哦，咱做错这么好礼态，伊无爱哦，伊甘愿咧吼，啊去对这个吼，啊咱讲去甲人吼，依靠别人的土地啦吼，吼、哦、伫咱这个三国志内底，咱就知影讲吼，刘备伊要创立一个吼、哦、江山，唔是遐简单。到尾啊，为什么刘备呢吼，伊无法度统一吼？哦人讲三国晋归司马懿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甲伊个子孙有关系啦。人讲扶不起个阿斗啦，吼、哦。那呢，咱讲一代军师呢，吼、哦，这尔熬的辅助伊呢，也是辅助伊袂起来，所以叫做扶不起个阿斗。哦，啊，人就咧讲啊，哦，六出祁山拼老命，啊，就是咧讲着啥，军师诸葛亮，诸葛亮有人拜无？有啊。哦，啊，即马呢，老表阮嘛有人拜啊，哦，咱即马包括咱的蒋总统都有人拜，国父都有人拜，为什么？咱咧讲开这个哦梅花令，哦开梅花令，就是咧讲着国父，哦国父有梅花令，哦要咱安尼甲想啦吼，关圣帝君，哦咱即马哦咱讲道亲啦吼，称呼讲伊伫第几天咧做这个玉皇上帝。如果那是现今古上帝玉皇大天尊，伊是袂换人啦。吼、哦，咱讲这是修行正果大罗金身以外，哦，咱的现今古上帝，吼、哦，会使讲是至高无上，吼、哦，伊无咧换人，伊毋是像咱人讲死个阁换人，吼、哦，伊身，吼、哦，伊是千亿万亿年呢，吼、哦，一直有天光，就是一直拢中，伊有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修行。吼、哦，然后伊有法度伫33天掌管，伊会当派啥？一天一天去甲分派分灵，吼、哦，去派迄个较有啥？吼、哦，较有忠义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
对名利款式伊无爱的，真啊关圣帝君，人讲伫第五天，有个人讲伫第五天是道亲啦，一贯道吼，啊一直咧讲的时阵，就咧讲第五天行正门啦，啊就是咧讲着人可好吼，即、哦這个人有够即、這个吼、哦、孝道也无，功德咧有够无？你对即个私心吼，或、哦、者是讲你咧做任何的代志，是毋是只要有私心？你要入南天门就难啦，为啥物？南天门某人咧讲，文行圣地就是观圣帝君，观圣帝君就是文行圣地。那咱一般诶雕诶观圣帝君是举大刀，吼、哦、看春秋啦，吼、哦、有个人大刀插伫边啊，吼啊一手，吼、哦、用伊诶即个伏羲啦，吼、哦，吼啊过来就是伊咧看春秋，喏、哦、啊有人骑马。吼、哦，也倒拖刀的，吼、哦，咱咧雕雕关圣帝君呢，吼、哦，徛伫个马顶，然后迄、那个刀是倒拖伫涂骹，迄就是啥物时阵？哦，咱讲吼，关公走未成，倒拖过斩蔡良，啊，就是一段时间，就是用安尼，吼、哦，用安尼保二寿过五关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迄段伊就是用徛伫个马顶，然后个迄个关刀呢，吼、哦，是拖伫个涂骹。吼、哦，这种就是战的时阵呐、啊。那么在看春秋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有人在讲吼，关圣帝君是安怎样？那有这么大的定力，花刀的替伊这个肩胛头的伤呢？吼、哦，会使讲是吼、哦，连眯一个目睭都无呢。随在去刮，随在去流安尼吼，啊，伊一心呢，拢是在看春秋。哦，这个花刀感觉讲在关帝呢，吼、哦。咱讲较早阿未成为关圣帝君，伊肉体无下无变，阿成为神啦。所以讲，这个将关将军呢吼，伊个定力非常的高。坐咧随在人流咧，吼、哦，啊那咱一般的人就爬起来跳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咱讲选贤啦，吼、哦，33天玉皇至尊显现过上帝是无咧换人的，但是每一战天，伊要派多一尊来坐位，要派多一尊来。吼、哦、来花啊，这就是一派令会使，吼会使安尼讲啦，吼安尼才讲会得过啦。啊，你也讲即马天公换人啊，即马天公的话吼啊，咱的关圣帝君的座位啊，啊，咱的天公唔得退位啊，都是关圣帝君的做天公啊，这样就说不过去的啦，吼安尼讲未过啊。咱的玉皇至尊是要讲的是金身级的，迄个无得降价，吼、哦。咱讲上高嘛，伫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伊个身价伫遐，吼、哦，无可能阁降级的，吼、哦，啊那无可能阁换人诶，吼、哦，咱讲天公是绝对无可能换人，吼、哦，啊你也讲每一战天每一战天，伊派这个真优秀的新鲜来换，啊就讲在生，吼、哦，伊世人敬仰的，吼、哦，人义列顿是五德具足的人，吼、哦，身为神啊。了后呢，哦，再来讲管理多一天，管理多一天，派多一位神仙去管理多一天，这样呢我就相信啦，吼、哦，啊我嘛较信较会落啦，吼、哦，啊那如果讲杨大天尊换人啊，吼、哦，换人在讲啊，吼，啊杨大天尊退休啊，那玉帝要走对啊，吼、哦，伊是管偌宽你敢知？杨大天尊是管偌宽你敢知？咱无了解。哦，啊，咱一般的人哦，未使凊彩去甲猜想啦吼、哦。咱爱为道宗历史为根基啦，喏、哦，为道宗历史为根基。道宗历史就是咧讲古早每一个朝代皇帝，拢有祭，拢有叫人来吼祭这个祭礼，然后对这个道宗内底，对以前所有有留落来这资料，安尼甲看，显现过上帝是绝对是迄尊。无可能阁换别尊啦吼，但是咱有几啊战天，几啊战天，就敢那咱县政府同款啦吼，有县长啊，就副县长啊，就秘书啊，吼啊秘书嘛是同款咧管县府的代志啊，哦，伊就是会去派迄个新鲜，但是嘛都爱收的价有够遐，伊的能量场、能量光有够遐，伊的政治政见有够遐，佫几项就是讲。达对于信任的，就等于伊会当派任嘛。吼、哦，咱的显现过上帝玉皇大天尊，伊是绝对会当派任的。
吼、哦，啊，咱每一间宫讲有玉子、烈风、玉子、玉帝所烈风的玉子，那玉子呢，吼、哦，为对来的，咱家己吼、哦、本身啦吼、哦，咱定咧讲玉子为对来的，有的人讲我都爱来多一间天公庙来领玉子，我来为多一间来领玉子，迄种的呢吼，甲、哦、咱登天地天台，吼、哦。玉帝有势力哦，这尊神你要来做主神，那功名拢已经有啊。要塑这个玉子，派任这个神圣爱去请，爱去领领这个玉子，领玉子了后，伊就会派你爱做啥物。你领落是你要做啥物科技，做啥物工作，你领受到啥物款的程度，你会当做科，会当改制，会当做天的，会当做妖的。会当做阳，会当做阴的，吼阴阳的工课，你拢有法度做。吼，这就是这尊神的主神的神格，伊的神格受到玉帝肯定，然后呢去领的这个玉旨，吼领落，你讲领天办地做，吼然后呢，吼咱讲缴落库，添落库，这嘛是要有玉帝有允准，三官大帝有助修允准。你才有法度做这个工课，吼，包括小科啦，吼，像咱今麦来讲，统一世界，统一世界这是上界小的一种小科，但是呢，是对人民呢是上界有利益的，就是啥，这关。咱人讲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但是这关呢，就是讲伫你的流连运途内底，吼，你呢，一年太岁，太岁当头坐嘛，讲无灾便有厄，叫你敬太岁，唔是叫你避太岁。但是太岁星君，当年都有第二个太岁星君，所以讲在将这个盘。那咱在讲着天狗嘛是青哦，白虎嘛是青哦，吼、哦、天狗青，白虎青，吼、哦、啊咱所有的这青君，吼、哦、像咱在讲的，哦内底面，吼、哦、咱有真济真济青兽，为什么咱爱借法上造？因为咱若入命宫，伊就是会去干扰到咱的这个啥流连运道。啊，既然会去干扰到咱的流连运道，那咱人是有四条的，出世哦，都有四条的嘛。哦，你上气的，你今年怎讲啊？白虎阳车高叫，拢来啊，病痛连灾啊。哦，啊，对去哦，咱对去创啥？手术啦，吼，还是拄到黑光啦，白虎阳车来入宫，你爱这话。哦，啊，咱上牛的啊，当然咧免，迄咱免讲嘛。哦。上古太岁临头节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爱知影讲，咱甲人吼少拍冤家啦，吼，还是讲吼开车啦，吼，较会拄到黑光灾，吼、哦，咱嘛是爱去知影。咱讲病符，吼、哦，病符啦，双门啦，吼、哦，五鬼啦，吼、哦，还是讲一个有一个，吼、哦，清君呢，咱比较较严的，就是讲较惊，刚看到师傅占宫。你就感觉讲安尼身体无好，吼、哦，变作雄雄化吉，想买啊，想买今年就烦师傅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想羊啊，今年嘛是爱安太岁啊，以岁破就对冲太岁，叫做岁破大号，嘛是爱安太岁。啊，咱若要讲安太岁吼，安太岁星君哦，每一个星，每一个生肖都拢爱安啦，因为每一个岁君拢是咱的本命星君，你有安有好的啦。安太岁开300块，有安有好诶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讲统一这届，咱注意这个灾厄黑光下伏，也是讲注意这个吼啊，师傅向车占宫，天狗向车占宫，伏尸吼，即双门高轿，即拢是爱安怎？爱一正月十五，伫九大行车吼，这个驾下，咱咧做这个统一这届年关，就是要甲送走。哦，流连呐、啊，有翻着，咱就是要甲上灶啊，上灶供上伊回本位，吼、哦、啊，去甲补一下流连运，就是讲今年的运道较无好的，那翻着，吼、哦、天狗白虎五鬼病符四符相冲，这种啊，你拢兼甲补一个年运，吼、哦、补一个年运，咱讲头前面火要擦擦头前，就是伫月令正月十五进前，你甲运道甲处理好。咱平常时呢，吼、哦、安心自在啦，吼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嘛是讲你有领玉旨，玉旨派任会当互你做这个工课，吼、哦、这个工课虽然是小小的科仪，
咱但是是对众生有真大真大的作用。吼、哦，唔好等下讲吼，啊，咱今日去翻掉啊，吼、哦，已经来啊，天高白虎来交教啊，咱家己运道安怎拢未顺啊？你来这界，甲咱统一这界这法是绝对无同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是年关，就是爱过年时啊，都爱这啊，唔是等了入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运道咧未顺啊，吼、哦，七坎八丘的时阵，咱才要来这，咱火要插插头前，年头就好，甲这运杯杯要开啊。背背要开啊，唔好等了堵着啊，啊，然后再来扩张，安尼是无好的，你讲是不是呢？道啦吼，道道道道，今嘛呢，咱们甲这个《道德经》啦吼，《天梦中》第七十三。天王恢恢，疏而不漏；天梦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讲这个天道圣人，讲天道者，圣人之体；圣人者，天道之用。天意无为而私化，万物莫不孝顺于天。好、哦，那今日呢，初九来讲这篇真好，哈、哦，天梦。天梦中，圣人以无心而忽敌，万机莫不过随于圣人。是敌圣人之无心，以天道之无为。该非有求胜于物，而物之不胜，自应自来，善魔。善魔者，啊，就是咧讲，何尝有用于感？人乃何以刚强自挺？自投罗网，自投衣食，而趋于瓦，不知无为者，乃能胜物。有为者，
终不能幸福。咱讲吼，逃亡啦，吼，有个人吼，讲吼，你自投罗网，自投罗网，是自己自投于吼网中，而不趋于火。啊，就是讲吼，你讲到天网中啦，天网中，吼，你讲用于甘蔗杀，用于不甘蔗挖，杀就是害的意思，挖就是利的意思。就是讲，咱人呢，血气公强的勇者，吼，欲做即做，欲行即行，有进无退，吼，佫唔惊死啊，有进无退，吼，要做就是做，但是呢，要退佫袂晓退，吼，有进无退，敢于承担，无畏惧，但伊的强势作风呢，却容易招来祸害，吼，咱讲勇者嘛，爱具备了柔和的性格，吼，啊，懂得。趋吉避凶呢，吼、哦，弯转变通，因咧对吼、哦、他人、个人拢大大利益。先来讲，这个对家己、对别人拢利益。你若是一个懵懂的懵夫，吼、哦，做啥物代志拢真懵懂，吼、哦，敢那知一不知其二，吼、哦，啊不知进退，啊，这种人会害死家己的厝内底人。为啥物？你若做一个唔对，有可能啊，规家伙人拢啊替你担受啦。吼、哦，惊吓，甚至于吼、哦，有个人倾家荡产，拢是为着一个囡仔。迄、那个囡仔呢，吼、哦，头路做唔对，是大人呢，吼、哦，因为有用无无嘛，有用无无，所以讲用于甘蔗杀，用于不甘蔗挖。哦，用，但是我要以低进退，三思利而行。哦，初两者呢，学利学害，天下之所恶。就是咧讲，识低机构是以圣人由难呐。这个过就是咧讲啥？过甘当先为之用嘛。吼、哦，咱就讲忠义之用，有德行之用，有血气之用，冇强梁之用。什么叫强梁之用？人讲强梁，就是咧讲到吼，梁上君子啊。哦，梁上为什么会是君子呢？吼、哦，就讲夹扶助贫呐。吼、哦，梁上君子夹扶助贫，就像聊天顶安尼啦。夹扶助贫，伊也毋是要去讲，要讲好野人偷摕物件来帮助善良人，伊嘛算是良善君子啊。哦，但是伊是夹扶助贫的，才叫做良善君子。啊，咱来去讲摸，去讲摕，去讲偷摕，迄种叫做贼啦。贼啦，甲良善君子的差足远的咧。哦，所以讲有这个血气之用，有强梁之用，强梁之用。有战胜之勇，更有知其死以不惧之勇。哦，忠之君子用之则先嘛，小人用之则不先。君子用有进退，小人用无进退。所以讲，小人用之则不先。哦，先亦不先，为在敢亦不敢，迄、那个中间，哦，一个推敲啦。吼、哦，你敢唔敢？你敢做还是唔敢做？吼、哦。就会网路安尼，淋么水水啦吼，啊一台车共开咧一直共弄，淋么水咧，然后甲那看到车就共弄，看到车就共弄，吼、哦、啊身躯呢，家己呢点火点火烧，吼、哦、啊甲烧死，啊伊个车都放咧火烧，嘛有这种诶，我敢死啊，你唔敢，你敢听我无？你唔敢听我，因为我都要死互恁看，我淋酒醉就是因为我心情歹。我心情歹，啉酒醉了啊！我都无按算要活，但是无按算要活，伊嘛要阁拖一堆人落来。哦，恁拢驶好车，我就用我的车来甲恁弄我歹。吼、哦、啊，我都要死啊！我都甲恁牵一挂落来。那安尼叫做小肆无忌惮，迄叫小人。要死你就去死得啊！死了一定都爱拖人，厝边隔壁车甲弄我歹，然后家己点火，家己烧，敢有这种人？哦，这就是讲，用以甘蔗杀，用以不甘蔗挖。咱人呢，吼、哦，冲过头的，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因为太刚烈，所以讲过刚必折嘛，祸积即福。吼、哦，是安那讲，咱的灾祸的机会，拢伏在咱家己的心，害心丧命，害生灵，害别人丧命，害自己丧命，往往呢，拢是啥，用以不甘蔗挖。譬如虚心达理，适时知机呢，犯我心之可为，又必信于理之宜啦。所以就是咧讲，当为不当为，你爱知影，会当做也袂当做。
啊，擦这个世事之变，任大都难嘛。咱人有困难总是有啊，但是你总袂使讲因为困难，吼、哦、啊，你家己吼无法度承受，就渐渐的开始呢，吼、哦、来做这种毁别人嘛、毁自己的代志。这种诶叫做心无敬心的人，吼、哦、究竟呢不承认，无不济，心无不报。咱人要报咱家己的身躯，我咧总是爱找机会嘛。吼、哦，你爱实操于我啊！吼、哦，以勇敢自入。吼、哦，咱若无勇敢，啊，勇敢就是讲拄到代志啊，搁较困难啊，也是讲无法度过关呢。吼、哦，啊，到工厂公司啊，做甲叫倒去啊，你嘛是袂使意气用事呢。吼、哦，意气用事。喏，你都有可能害你家己嘛，害别人。只敢以不敢言之，能保全生命者，吼、哦，为之利嘛；不能保全全身，为之害。用意不敢，已经信报生命。利用意，就是咧讲道祖所讲的，人呢，命丧性命。你讲，我要来抗议，我咧总统府抗议，我规身躯拢甲燃油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手摕一个来打。在头前面抗议，抗议人若有插你有听你、哦、但是你都没有办法，人咧甲你讲你听袂落，吼、哦，啊你不可理喻，啊你身躯呢甲燃油，吼、哦，啊你家己安怎，啊家己自焚，吼、哦，啊火甲切落家己自焚，死是死你家己，迄叫做用丧生命，就是讲以刚刚猛丧生命，你公命。但是去丧失你家己的命，害你家己。所以讲，天下当一心啦，饥渴恶的人嘛，足济。吼，可恶的人也很多，人人所同啦。吼，灭以杀以活之机，就是咧讲，咱人咧盲从、盲目、不觉啦。吼，咱一个人要去抗拒，要抗拒啥？敢着用身躯用死的吗？吼，用身躯用死，吼，这咪嘛无一定是对的。所以道祖讲。用以敢即杀，用以不敢即活。吼、哦，用，但是我唔敢做这种代志。吼、哦，咱讲第一，就是咧讲，必持回审故，临事必惧，凡能事事善始善终嘛。啊，咱人无法度善始善终，咱唔敢呢。吼、哦，这个代志呢，你感觉商人会做无？会啊，血滴血海天下所望。吼、哦，血滴。机构是以圣人由然嘛，位置，吼，天之道不精而神圣，不言而自应，不骄而自来。参言呐、啊，就讲善，吼、哦，咱讲善言而善，吼、哦，善魔的人，吼、哦，这呢天网恢恢，吼、哦，叠而不实，吼、哦，这个天网，吼、哦，咱今日来讲，这个天网中内底，咱讲见呐，显见。这就是错误，哈、哦！圣人有明道之地，并非唔知啊，讲家己啦，讲自知之明，未用任意，不能任意的将所知所能陷落于外，哈、哦！啊，但是嘛，未使讲任意的去，哈、哦，冒犯别人，哦，这嘛未使，黑气伤过来攻强嘛未使，你黑气攻强，你讲你用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用有用无无用是蒙乎的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道祖今日要讲这篇《天网》中呢，就讲因人因事不同的各有利害关系。那、哦、一般人所公认的错误或者不好的代志，伊一定是错误或者不好吗？不一定哦。伊背后因为伊的因果，哦，因为伊内底面掺杂着这个因果的道理，哦，甲所产生的长远的影响。什么人呢？都无法度真正去透彻了解，吼、哦，这算是得道的圣者嘛，真歹去划清讲这其中的界线，好人甲歹人其中的界线安怎划？有的人是头前歹，甲尾啊伊呢，吼、哦，金盆洗手了后做足济足济大大的好代志嘛有，啊有的人一世人了了，为什么了了？讲我什么？我无啥物款的灾情啦，但是叫我做啥物大官大爹我也无，但是我也无做啥物歹，不过一世人都了了安尼过。啊，你讲伊嘛无大官嘛无大爹，但是伊嘛袂去犯大过。但是
伊咧讲个讲，真正个好甲歹是知影安怎？咱较早个人讲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。较早捌做过歹代志，伊知影要赎罪，知影要忏悔，但是伊个智慧真好啊，翘翘唔着路去。但是伊知影要安怎回头，然后呢，伊将伊伫即个社会所有闯荡的经验，我来甲只少年人宽肯劝解。以后你唔通像我安尼。我即马金盆洗手，金盆洗手，我做一寡较早放浪的代志，做一寡歹囝，吼，害人放火，什么代志我拢总做。但是我家家乖乖的了后，我有受到啥？有受到这个影响，好的神的影响。哦，你看一寡神册啦，还是讲听一寡好的节目，伊呢感受到人的灵魂，灵魂感受到神甲恶了后，伊就弃恶，了后伊会降神。哦啊、所以说他说咱人生成长远影响就是因为社交的影响、哦、咱人跟人物以类聚嘛，你跟老婆做会就会做老婆，你跟餐餐做会就会做餐餐、哦啊、你跟喝烧酒的有酒伴你就会变酒鬼，同样的意思，这是叫做长远的影响，心情都是吸这所有的神友呢、哦、长远的影响。但是谁都无法度真正去透彻了解，讲这算讲是啥？算讲是因果报应吗？或者是一个人的思维问题？哦，足难去划清其中的界线。因果法则通三世呢？谁来讲因果法则通三世？就是顶世人、甲即世人，然后甲下世人。顶世人所做今生受嘛？哦，顶世人所做恶业，今生爱受嘛？哦、啊，今生所做的恶业是未来世爱修嘛，所以讲因果法则通三世呢。因果法则通三世哦，世人常以表面哦是非常非现象来批判这个道理，表面是好的，未必是真善；表面是歹的，未必是真恶。哦，好的背后有时候会延伸出恶的现象。坏的背后也有可能转化成善的结果，而在人事的纠结当中呢，哈、哦，伊的对跟错，这是无公平性的。和尚讲有无一定的这个准则，那、哦、无一定的法则，然、哦、后一切因缘果报的道理，除了讲无极天尊一极诸佛如来啦，无人会当知影这个究竟。所以呢，哈、哦。咱这个天蒙宗呢，我今日就讲到这吼，因为一概无都讲到完满，吼一次没办法全部讲清楚，然后来咱这边来听一段道曲啊吼。Oh!
一个叫做关圣帝君啦吼，关圣帝君。咱讲听了嘛，真有感觉啊吼，有感觉啦吼。啊，慈天必胜公呢，咱讲这煞是咱道教。咱的教典科仪当中最具重要的一种，虽然咱讲啊，这无啥物足大的这个大科仪，但是呢吼，咱讲天书道法，天书道法这煞科仪呢，唔是足大的大科，但是伫咱这个囡仔细汉惊着煞着有诶无诶吼，啊有诶人讲哦，位啊过人拄我咧办丧事，啊当然艰苦，安尼嘛唔好，安尼嘛唔好，迄有诶命过来底。伊本身就是足惊的，吼、哦，人伫遐咧出山看到嘛惊，吼、哦、啊，贵人啊灵堂过看嘛惊，吼、哦，是安怎讲？这是咱人的四条命格，天干地支内底就有啊，吼、哦，这算是道教科典科仪中最具重要的一种，但是伊是小科，吼、哦，嘛是科仪中，吼、哦，咱咧讲道法，吼、哦，嘛是会使讲是为众生祈福，吼、哦，必须。爱行，吼、哦，这个遮盖养灾，方能得得这个顺遂。所以你莫看伊讲是小小科技通的遮盖，天地宇宙啦，随着这个木车自然运行，产生了十二岁温，吼、哦，太岁、西湖、五鬼、太阴、太阳、双门、病符、天狗、地火、岁破、福德之味，等等，这吉凶祸福。并依着十二生肖以这个年轮来运转，凡奉凶吼，这个凶神者，凡你有去奉这个凶神，有犯到的，奉这个凶神入宫的，吼，你奉这个凶神入煞哦，入命宫啦吼，无论是年冲鬼煞哦，是不是冲太岁，也是运奉十二岁运的凶神。必须诸事无顺啦，恶人会较济，身体会较搞病，好顺之灾，吼、哦、啊，甚至于要多生无妄之灾。所以囡仔有人则搞车祸，则搞摔，则搞跋，因为伊犯着的吼，伫、哦、这个黑光官府内底面，吼、哦，伫伊命格内底，对这个十，拄只冥想为虾米要讲地球啦，就是咱讲宇宙。伊随着这个木星自然运行，产生了十二岁运。再讲十天干，十二地支嘛。啊，这十二岁运内底，伊内底就是一定有第二太岁，叫做太岁犯太岁。太岁内底上惊过来就是西湖、五鬼、太阴、太阳、双门、病符、天狗、白虎、岁破。吼、哦，两有两个较好，就是福德、智慧。这吉凶祸福，吼、哦，是爱看你的生肖是落地福德还是落地智慧，落地福德落地智慧，这就算好的。啊，你落地五鬼，落地太阴、太阳、双门、病符、天狗、白虎、岁破、西湖，这都是落地无好的，而这个凶，啊，无好的凶是对咱人，吼、哦，演化出到这个人间，吼、哦，这个地支来对面所演化，所以咱讲天书道法。这煞科技，这煞消灾，这年关，这算小小科，但是对咱人是上界有重要，就是伫咱的命格内底有诶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世间人只要犯太岁，需要养灾祈福、安奉太岁以外，点光明灯，也是讲吼，以解运的方式、礼道的方式，吼、哦，伊的岁运的凶神，伊予咱的灾劫，吼、哦，梵天教靠回灾还祸。犯白虎靠刀光血灾，吼各种无同款的煞神，拢无同款的厄运三星。所以每年的这岁末，吼、哦、对这个冬至过后入春节，吼、哦、伊的运势交替啊，有个人运势就开始咧交替。啊，你讲啊，冬至后入春节，是安怎这个节气才歹过？老大人有时啊嘛，节气嘛是未过，吼、哦、少年人嘛是因为安尼车祸连连，吼、哦、未过。就是安尼，因为车祸就肉体下步，伊这个运势交替，啊，就是咧讲开始咧转移啊嘛，吼、哦，身体就是由家主转移过来，吼、哦，入春了后，入春了后就开始啊，就交到身体运啊。所以咱呢，灾厄就是必
必然啦、啊，伫这个年温吼，西方凌节的时阵，交换头前，伫交换进前，你就是爱祭化，就是正月十五以前，你就是爱甲这拢爱祭化。吼、哦，咱由啥？由神圣落架，还是法师落架？吼、哦，以个人的本命所犯的凶神，吼、哦，一一爱甲祭上，吼、哦，叫做祭上，完成祭煞消灾的科仪，再过来做这所有的这，吼、哦，咱讲保温啦、啊，你这祭煞这拢爱。做完，吼、哦，再来保温。洪安太岁也好啦，点光明灯也好，你才祭煞拢祭祭咧，然后再来保温，吼、哦。达到啥？达到求平安。先啊，咱讲祭关了后，祭关煞过关了后，你才过去保你的年运。安、啊、你的年运就直接保伫你的本命内底。所以讲，人灾甲祈福，吼、哦，你要唔是干那迄对你家己的心安理意啦？伊真正当达到。哦，咱讲逢凶化吉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平安。所以咱伫这个降灾灾煞，哦，天书降灾祭煞的道法，因缘甲即卖已经有够久啊，会使讲是吼、哦，咱讲度人无量，哦，救人无数啦。所以咱讲可见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逢这个天灾祸劫之年啦，就咱即卖咧讲的，哦，咱讲。武汉肺炎呐、啊，武汉肺炎正属于吼，咱讲天灾祸劫啦，瘟疫这拢是天灾祸劫，吼、哦，如何要免于灾难，要逢凶化吉，祭煞，祭年关，这是吼、哦，咱讲上小的科技，嘛是上重要的科技，伊是叫做祭世救世之本，都等包括囡啊，包括老大人，包括犯灾关的人，恁甲大事化小事。咱的家庭就会当平安顺利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统一祭拜呢，吼、哦，今年呢，吼、哦，即马办到今年初，今年去初九嘛，到十五，哦，咱就无个统一祭拜，以后过来祭都唔是安尼祭拜，吼、哦！咱讲年关啦，吼、哦，年关的祭拜较干，吼、哦，干省就是讲人来，吼、哦，用你的出生年月日，吼、哦，来化煞消灾，人无来是要用这个衣服，伊有穿过，吼、哦，伊出生年月日是对的。这个文书文案一定要写落，然后呢，或者神圣来给您处理，哦，做这个年关的统一祭拜。那今日去拜六，明仔礼拜这两天呢，我相信人足济啦。而在明星还未来上班的时阵，都一挂孙仔仔呢，衫裤换衫裤的，人来，都准备吼，准备来做啊统一祭拜。伊讲，阮过年都无爱来，阮都知影过年来爱伫遐等足久。啊，个塞车塞到要害，阮即马利用吼、哦，啊，过年了吼，即、哦这个拜六礼拜吼、哦、来处理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啊个下一个拜六，吼、哦，咱讲拜五拜六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到十五元丁啦吼、哦，十六早起，咱就要送即个啥，就要送九曜星君回各位吼、哦、星球啦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各归本位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日去咧做。昨天必须叫你做这统一这个，也是九曜星君点灯祈福啦吼。咱讲点灯是随缘点灯诶，吼、哦，无你家己限偌济钱，是你随缘点灯。啊，点灯呢，诶，收入吼、哦，就是干那恁所心向下咧做好事，啊，就咧做低收入户，甲咱的清寒奖助学金诶经费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去二楼有看到。一卡功德箱，一卡功德箱，都、就是哦，咱讲做青年讲助学金用的啦吼。啊，咱来囡仔去，你就叫伊吼，手心向下，囡仔呐也要慈悲爱护别人，也要帮助别人。这个囡仔拜大汉，绝对袂做歹。啊，这个囡仔细汉都爱心，伊绝对袂做歹吼。所以咱二楼呢，一卡功德箱一。专款专用，就是做青寒奖助学金，吼、哦，甲低收入户用的，吼、哦。伫遮呢，咱若有来，咱多甲报喜一下，报喜三百五百拢嘛好啦，吼、哦。反正你有做，自然都感应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咱今日个节目呢，真感恩啦，吼、哦。咱个孙阿叔这无气嫌，听咩声呢，吼、哦。为九点甲十点连线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是要来讲呢，吼、哦，咱讲食茶叶蛋烫壳，吼、哦，啊，过七车桥。拍平安路啦吼，咱无来参加统一祭拜嘛，同款会当来主天必行宫祈福啦吼，点灯啦吼。来今日节目就讲到这，啊嘛感恩咱的道亲孙啊，这对咱的节目支持甲爱护。哦，咱有需要服务啦，免客气，主天必行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我关节道亲咱给05感恩。
在菩提心中来。